圣王不坐，诸侯放肆，处世横溢，扬诸莫敌之言赢天下。天下之言不归扬则归莫。扬是为我，是无君也；莫是兼爱，是无父也。无父无君，是禽兽也。公明仪曰：跑有肥肉，厩有肥马，民有饥色，也有饿殍。此率兽而食人也。杨墨之道不息，孔子之道不著，是邪说污民，充塞仁义也。仁义充塞，则率兽食人，人将相食。吾为此惧，贤先生之道，惧杨墨放淫词，邪说者不得作。作于其心，害于其事；作于其事，害于其政。圣人复起，不亦无言矣。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，周公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，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。诗云：戎狄是英，荆舒是成，则莫我敢成。无父无君，是周公所应也。我意欲正人心，惜邪说，惧必行，放淫词，以成三圣者。岂好辩哉？于不得已也。能言拒杨墨者，圣人之徒也。